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Jasmine 小咪，又来到我们的这一期好物分享啦。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我们上半部的那个护理，就我们的头发、脸，还有我们的颈肩。那大家都知道我的颈肩呢，就是一直以来都有紧绷啊，然后头前倾的这些问题。所以那时候我就有在抖音、小红书都有看到这一块，就是可以帮我们去放松我们颈肩的一个神器。它很便宜吧，它好像10多元还是20多元就可以买到了，在淘宝。就是我们每一天呢，躺个15分钟。这样子坚持躺个一个礼拜的话，你就可以去改善掉你颈肩的这个紧绷的那个问题，然后也可以改善你的头前倾，就让你变成正常，就是不驼背那种。因为如果你头前倾，然后你又驼背的话，整个就是很丑，旁边侧面看就是这样子。其实不只是要用这一种辅助器，本身也是需要这样子去调整，然后不要一直驼背。所以你看我现在是这样子的。如果是之前的话，那我真的是一直这样子，然后我回不去的那一种，那我就很辛苦，每一天就是这边痛，这边很紧，很辛苦，这样子去整骨。我现在展示给你们看它的使用方法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就躺个15分钟，其实是很舒服的，因为它那个凸出来的地方呢，就按住你那个穴位那边，所以就可以帮你去放松你那个肌肉。使用一段时间过后，你就会发现到你的这个的那个现象其实已经改善了很多。大家在家得空的时候都可以去使用这一个去放松。接下来就是这一个产品，这个呢就是 Ulite 旗下的一个品牌，然后叫做极萌，然后其实就是一个美容仪来的。哒哒，就长这个样子的，就很像是一个烫斗的那个形状。这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神器，我现在马上使用给你们看，你们就知道那个效果啦。Okay, 我现在已经洗好了脸，然后我就是要开始涂上这一个，也是极萌家他们的保湿凝胶。就这样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使用我们的仪器。极萌他们家的这一个面积真的是很大，它的面积真的是比一般的美容仪还要大片。看我这样子放着了，它就已经是占据我整大半张脸了。然后我就是用3次吧，1、2、3就已经完成了。比起之前的我用的美容仪真的是太省时省力了，它是很像那种电击的那种感觉，这样子。它是有这个12种电极片，重点还是很容易让我坚持去使用它，因为它有3种负能量，就是3合1那种概念。美容液都是一个效果吧，就比如说今天你要做法令纹就是法令纹，你要做提拉就是提拉，你要提亮肤色就是做提亮肤色，就需要去签订很多个美容疗程这样。现在有了这个节目一台就能搞定这些东西。你看这里有红橙光跟红光，红光美白呢是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再生，那橙光就是可以提亮我们的肤色。我现在使用的是半张脸给你们看吧，然后它这个 RF 的射频模式呢，就可以激活我们的胶原蛋白再生，而且它用的是 0.2-8 mHz 的变频射频，就是可以从浅中深直达到我们的那个深皮层。然后它那个 EMS 微电流计呢，可以带动我们脸部的肌肉层运动，达到提亮紧致的那个效果。那它这里就有选择法令纹、眼部跟全脸，还有一个是 V Lift。那我刚刚使用的就是全脸的啦，我现在就使用这个 V Lift， 就是 for 我们的下颚线的，这真的超适合。就如果前一天哦，我知道自己喝水很多的话啦，隔天我的脸一定会水肿的，所以我就会用 Joy Moon 的这个美容仪呢，就是把我去消水肿，而且它效果是可以马上见效的。我现在给你们看，你看到吗？瞬间我的整半部脸这里是提拉，然后这里呢还是水比较肿的，这下颌线是直接更明显，然后我整个脸部都已经提拉去了。然后现在我就用这个 SL 法令纹的这个模式，这个烫斗这样子的设计呢真的是超适合。你看很多人都会有就是面临法令纹的这个问题，包括我自己，因为我之前都是比较爱笑，所以呢就哈哈大笑的时候就会让我的法令纹就是更加的深。这算是市面上首个专门可以针对法令纹功效的这个美容仪，直接做到淡化我们的那个法令纹的纹路，而且它是温温热热的，所以使用起来其实也是很舒服。看完，它是那个效果是即刻见效的那一种。现在我就使用那个眼部的 ice， 非常适合我们这个眼部框筋的三角专区设计，可以无缝的贴合我们的眼轴，不留死角。它其实有那个微电流，但是会震动我的眼皮的，可能就是在相机看就没有这样明显。可以看到我现在已经做完整半张脸了，然后整个这里的脸呢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是提拉紧致了的，然后也变小了，那效果真的是超厉害的。
在这个相机里面都可以看得出，他们是有国际证书 SGS 安全认证书，还有研究报告，还有那个效果证明的，而且有很多的明星都有推荐，而且它的价格也蛮实惠的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人只能限购一台而已哦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在下单的时候使用我这一个 promo code 的话，就可以享有40令吉的折扣。优惠的时间呢，到这个时候结束啦。那你购买的时候呢，他们还会赠送这个凝胶两支，价值199。那除了这一个呢，下单的话你可以备注我的名字杰斯命香迷，可以再获得一盒这一个价值199令吉的面膜，一盒里面是有5片的，等于来就是你买一样就会送你3样东西，超值得。偷偷告诉你们，现在如果你在 Shopee 下单的话咧，他们就有开通了一个12个月的分期免息福利，平均每个月就只需要119令吉，如果你每一天使用下来，就等于一天只需要3.9块，这样子超值得的，是不是很划算？而且你一机就可以有3个效果，法令纹、眼周，还有下颚线提拉跟全脸。接下来跟你们分享的就是我的头皮头发的这个护理，因为就是很多人都有面临产后头发的问题嘛，包括我自己也是，加上我又时常染烫头发，所以呢头发会可能比一般人更快坏更快掉。那时候我就有去了一个 L'Occitane 的 event， 然后在那 event 就可以让我们去体验他们的各种产品，这样子就有一个 section 是去看我们头皮的那个毛囊，然后就照到我的头皮呢阻塞，然后都是那种油脂，所以他就介绍了我这个头皮的磨砂膏，它使用起来呢就是冰冰凉凉的，然后它是这样子的磨砂颗粒颗粒，这样子它是这样子颗粒颗粒的，它就是磨砂在我们的头皮，然后按摩按摩了过后呢，就可以再加一点点水，然后再去乳化它了，过后再用清水洗掉，然后再用宣布再过一轮就可以了。然后洗完过后，你就会发现到你整个头皮呢就瞬间好像呼吸了这样子，然后整个冰冰凉凉的这样，这个真的是超推荐的。我自己本身头发是属于一天没有洗了就会变到很油的那一种，然后我才发现到原来就是因为我的那个皮脂腺分泌那个皮脂，所以导致到我的头皮会出油。那我们使用这个头皮呢磨砂膏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去深层清洁我们的头皮，平衡我们的水油，然后还有去角质。加上你深层去角质的话，你也可以去除我们头上的那一个死皮那一些，所以它没有阻塞的话，其实你的头发呢就会更健康的就生长出来，就不会这样容易裂头发，不会这样容易断。所以这大家真的可以入起来。那再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加入我的日常的头皮的 routine， 就是这一个 Megumi 50，我之前在视频里面也是有介绍过了。这个它采用的是人参的那个成分。是在我每一次吹干头发呢，我都会这样子去放，然后它使用起来呢也是冰冰凉凉的，所以你做完那个磨砂膏的护理过后呢，你再涂这个蜡，整个就是好清爽，整个头皮，然后再这样子去按摩它，它这里面的成分都是日本当药、人参精华等等那一些成分，可以让你的头发提供营养，然后帮助减缓掉发，还有头皮的那个问题。那如果说你要很好去改善你那个脱发的问题的话呢，我建议就是整 set 的那个头皮护理呢，真的是每个星期啊都要至少要做1-2次这样子，去维持你那个头皮的健康，这样你生出来的头发那些毛囊那些都会比较健康，都会比较坚固，就不会这样容易脱落。头发跟脸都是一样的，都是需要去维持。就像皮肤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去用美容仪，那我们头皮的护理的话，就可以去添加这一些精华，去防止我们的那个头皮掉发，然后跟增加发量。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，那大家如果有兴趣我介绍说的产品的话，我都会放那个链接在 description box， 所以大家都可以自己去看一下，自己去做 research。 好啦，如果你们喜欢我这一次的分享的话，那你们可以留言给我知道，或者是你们想要我分享哪一类的产品或者是护肤的话，都可以留言在以下给我知道。拜拜。